老三呐，你真的要去相亲哦？本土化的菜了，老弟。哎，就是。你们这找的菜园跟哪？嗨，这儿一大片，干嘛的？这儿。老三，今天打扮这么帅气，是要去相亲吗？明天我要去这边玩的时候，给店里送花送给他。老三，那你真的要去相亲哦？啊，那我回去准备腊肉香肠给你带上了。你想得出来，你想吃腊肉吗？人家婆婆都说了，当然还给你带腊肉走，你有什么着急？那你搞快车啊，我去取腊肉去了，你们想吃我都给你煮。这么多够吃不嘛？哎，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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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要烧腊肉。那你把火架大点啊。要得。把这个煮起那个浮沫来打了，放点生姜、海椒、花椒，再留点大葱。老大，咋你把这儿给拌了嘛？来了。我来切腊肉和香肠。哥，你看这个腊肉了呗？嗯，好吃啊。啊，哎。来，我吃片腊肉。你靠，生不起啊，知道吧？吃片香肠来。腊肉下下去，大家可以到这儿跟了。好了，老三快来端。你们上看我这个折耳根炒腊肉好不好吃啊？多吃个腊肉嘛。我跟你说，说我。你的香肠腊肉做的很，还早快吃。我做的了呀。那是我留到准备到那儿给你相亲用的。对。老三，你把腊肉香肠弄多了，弄上人家看起香肠腊肉了，还看不起你老三嘞。来，老太爷再吃块腊肉。那你也搞快点吃，吃饱了好减肥。马上关注点个赞，明天要吃啥？我请老太婆做。